再胜哦！呼呼，哎、欸，你怎么那么开心啊？我说哇，这个冰冰的，冰冰，好，各位，这个就是弟妹在5月10号要开设她的饮料店，叫做再睡五分钟。对，然后今天有老爸，啊，还有彼得爸，大家，对，我们来试喝。然后布布已经开始喝了，小朋友。等一下，你等等，我们来看看哦，哇哦，这个是铁观音欧蕾，你可以喝这个吗？好，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铁观音欧蕾，等一下，然后还有，哎咻，还有什么？哦，这个就是传说中很厉害的。这个香芋波波芋头，听说这个非常厉害哦。对，好像是，又好像不是，是我忘记是谁说的，但这个好像很厉害哦。饮料店前几家店，你们已经做生意。这个是芋头，然后看看还有什么？哦。哦哦，细红乌欧蕾70块，哦，酷酷，好哦，那我们等一下来喝喝看，跟大家分享。那大家各自喝不同的口味，所以大家可以去大家的，应该都是发生活频道啦，就是大家去生活频道看。那我们喝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喝的是默默的是铁观音。欧蕾，少冰半糖，哎、欸，喝喝看，来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哦，很铁观音，很铁观音吗？当然，因为它是铁观音、啊。因为有些加比例调不好，就是奶味会过数。哦，是哦，我来喝喝看啊。哪吉利超市米粉汤应该是，真的很铁观音，哎、欸。不过对我来说是因为它奶味有，但是后面的尾劲，就是它的奶味是在后面的尾劲的部分。你不能喝茶啊！你没有帮他带杯子。喝吸管，他现在不是喝吸管吗？他喝吸管，他有时候会喝汤，有时候不会喝汤。你喝，我帮你抓下面，你抓住吸管，不要让它吸进去。什么叫我把它压住？他说：“哎，怎么跟我的内内不一样，差那么多？怎么会有铁观音的感觉？”你不是不要喝吗？小朋友，你看你滴出来了。小朋友，好笑，好笑。这个是布布第一次喝茶、欸，他第一次喝到茶，他们瞬间就不是。看起来像奶奶，但不是奶奶。对，看像奶奶，但味道不是奶奶。然后呢，我喝的是这个，细红乌欧蕾。你看，就是长得像凶凶的这样。因为它开很晚，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个。这个我喜欢。你们家附近还有一个很厉害的细红乌欧蕾。咪咪辣，你看看。咪咪辣炒。你比较喜欢铁观音，我喜欢这个。我都喜欢喝乌龙茶。所以啊，我觉得可以啦，都蛮好吃。但是我比较想喝到他们家的真奶。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再去弟妹的店里喝真奶。那就在这边呢，也是要恭喜弟妹。开新店啦，对，终于开幕了，大家期待很久。来，祝大家生意兴隆！布布说生意兴隆，你们生意兴隆。你会要求太过分了，叫他说有点难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，大家有空要去喝喝看呢，地址会放下面。拜拜。大家看哥哥，看哥哥，再看看哥哥。拜拜。